好了，我是胡闹，今天和我一起来布置我的客厅吧。这是最开始的样子，先给墙上挂些画吧，这样看起来墙上不要那么空荡荡。沙发前要铺一块地毯，然后放个茶几，沙发左边放些不规则的架子，然后再装个电视柜，把我的奖杯放在架子最上面，下面可以放些书和学习资料，中间层放一盒月饼吧，方便我拿来吃。之前买来还没有拼的乐高就先放这里吧。哆啦 A 梦给我的恐龙玩具放这里，他下次来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到。这种老式电话线虽然不太用了，但做装饰还挺好看。电视柜上当然要放电视机啦，遥控器也别忘了收纳好。这是游戏机的信号接收器，这就是我最最宝贝的游戏机了，不收纳了，反正每天都要用，就放这吧。家里的卫生要经常打扫，拖把先放这里吧。我还配了个手持吸尘器，和拖把放一起。扫地机器人日常也放在墙角，进门要记得换拖鞋哦。这双米奇拖鞋是不是很可爱？沙发边上放个书架，我可爱看书了，当然都是漫画书。书架上放一盆植物，看着心情好。这边刚好有个插座，天线板和充电器就放这里吧。这复古收音机也是我用来做装饰的，我还买了个空气净化器，放这里放这里。饿了吗？吃一块怪兽披萨吧，一开胃就停不下来。再开包薯片七七八，开瓶汽水咕噜咕噜。我餐巾纸呢？他给我张擦擦嘴。我在茶几下面还放了两盒扑克牌，伦和敏可喜欢来我家玩牌了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一起玩 Switch。派对聚会神器，电脑也先放沙发上吧。我最近写作业经常要用到，手机我可不能离身，我在哪儿他就在哪儿。耶，我的客厅终于布置好了，玩着玩一起玩更多好玩的吧。